今天这个床已经送来了啊，等一下安装上去，可以了。先放床呗，一样去啊。就要先把床放里面，然后再到柜子。他妈这底下要放柜子。底下要先搬进，先搬柜子放好先。嗯，这个地方还是1.5米的床，现在放进来感觉就小完了。不是，你先进去。过去。放得进的，等一下啊。别放不进就好玩了。这个门。我要骑一下啊。鞋子。能拆出来。这样看能不能这样子，也高了，这样也不行。把这个门卸就拆掉，把门拆掉。好，爷爷给你拆了。再稍微大个2公分都进不来了。哎呀，刚好再稍微大一点，它就进不来了。还要拆掉门才进得来啊，这个沙发。大概2公分的话，对付了，那进不来了嘛，对付完。把门关好。不放那么靠墙了。可以。阿杰，从这里上去。方便不？我认为是有点矮，这个灯有没有那么矮？那个灯泡坏了，要换一个。这灯光准备想烧了，它跳。干嘛嘞？这线松，这样子吧，将就着吧。下床的时候也方便啊。就我这120斤的这个体重应该没问题。嗯，来看一下我们的，我们的就大概就这样子了。这个小沙发，哎，那个沙发颜色好像不配哦。再说又有多了。这柜子其实。昨天在你看的时候感觉写的好像不好看，但是整体放进来的时候感觉也没有那么难看吧。然后我们就这样子摆一下，床就放在里面，是吧？嗯，来，哎，你的新床你先得上来滚三圈。这是规矩哦。看一下啊。然后呢？然后摸单摸啊，然后就上去啊。颠呢、啊？不是颠。才有这种面。嗯，还有啊，来坐下。嘿。拿了回古代去。哎呀，滚的，人家说什么滚什么滚。穿越回古代。滚什么滚？滚什么来了？装一些废纸的，是吧？装钱，装钱也可以，把上面装满去。嗯，两个人干活如何？男女搭配干活肯定不累啦，是吧？心情都不一样啊。一个人干的话，虽然不累，但是心情不一样。那你要看跟谁一起啊？啊，那肯定的啦。哎嘿，哎呀，这个有弹力啊，嗯。你看，结实。可以，一点都不响。跟我说两两边的都搭了。啊？怎么那么假嘛？怎么会搭的？嗯、啊？
你说以后你要睡哪一边？我睡地板。看。我睡地板。沙发。你说你左边这边好一点，还是这边好一点？我睡沙发。这边都可以控制开关。哟，都这个怎么这个样子了？都有点慢了，要晒一下了都。这个我想拿来垫底啊。耶，这么好的被子垫什么底呢？还是床垫？这个好用啊，这个桃花被垫底，哎呦，这个那时候杰哥来的这个桃花被，那时候我买的这个桃花被，马上来桃花运，看到没有？你拿这个去垫，它会打滑的。是啊，拿那个又厚又绒那个。对啊。这个能洗啊？这个可以洗啊？谁说的？可以啊。多少斤啊？人家都钉起来这里，你没看到吧？就整张这样洗的。哎呀，你去洗呗。哎呀，人家去洗水洗的好不好？拿去干洗嘛。嗯。有空你们拿去干洗了，就在家里面，就是洗衣机，洗衣机放不下了，你再滚不动嘞。人要洗衣机啊，那还赔一个洗衣机耶。那个给他们盖吧，给大侄子盖，他现在需要桃花运，我不需要了。人家读书了，读书也需要，读书就不需要桃花运嘛。不盖拿给我盖啊。盖。拿给你盖啊。盖呀、啊，怎么不盖？不盖我拿回家。盖我这个四件套吗？这个也是四件套买的，这个就盖这个吧。这个有一匹马的，你懂吗？我这是属马的，我马到成功，要盖我这个。我感觉都是你喜欢的。我买图画都是马，挂房间里面，马到成功。怎么会有狗尾巴草在上面？啊、矮吗？哎，这不是狗尾巴草吗？那不给飞一点上去吗？那个菜在鱼塘边那里。这个枕头我还没洗过是吗？哟，我用的。洗了、啊，我今早上刚洗的。都是它的胃，洗不掉它的胃。哪个是我的胃？买点香水来喷。长这么矮，枕头跟没电一样。开了、啊，开，你开就拉链。找那个拉链在哪里？对。老板会到吗？那肯定会套啦，套了棉被都不会套啊。有电哦。这个有电就哦，哎呦，本来我们两个睡里电量都够大了，再加上这个电，哎呀，厉害了，那什么，这个有静电的这种，牛奶油那种就没有静电。怎么那么小啊？不小了，1.8米啊。1.8米吗？那不1.8米吗？耶，小什么？我这鞋子已经够大了，嗯。不小吗？不小，两个人。这个是适合一个人盖。两个人盖的时候，被子小一点的话，挤得就暖一点。冬天来了。来，拿你大铺我的床了吧？哪个是你的床？这个。这个。晚上我睡这里。好、哦。铺床。这个先签这个。哎呀，可能明天吧，明天后天才能睡吧。感觉也没有什么多大的这个味道啊。大家说的那个什么甲醛味啊，没有。其实用了这种蜜汁粉，可能蜜汁粉有一点点了、啊，过两天就没有了。像这种重复的话，它就没有了。大概就明天人家来装完窗帘的话，就可以睡新床了。这个先收起来嘛，收起来那个盖完了，然后再换了就洗，是吧？这个是那个冰之凉席，这个沙被放柜子里面。这个阿轩盖，老板你好一点行不行？行，好吗？这次好吗？这个好了，这个好了。这小账算的多清。我帮换。答应你，这回也答应你。来。这个位置还有黄黄的没洗？洗了。哪里有？有餐我有啊，我
我那个我残留的味道在上面。残留口水，晚上睡觉流口水了，痛。嗯，我会睡觉流口水，流到这个被子上的。那个被你怎么也能放在这里不行啊？那空调被啊。你干什么啊？挡着你可以看呀。挡着你可以看呀。看什么？现在你，但是睡了再说，明天人家又来装修个，这个的话，给我啊，给我啊，看看。